一下，手压不开，手啊，动作一下，那一下动动动。廖三小姐，我想问你，你想要去哪里？我想要问，该怎么去哪些？你在放空吗？太尴尬了。去你的心。好，完了再亲他。啊？啊？那你哈哈哈哈哈的，蛤蟆在田里。好，关羽往下亲他。讲真的，那种比较丑那种，对，很丑，确实，真的。进去。啊！恭喜我们！说了就掉线了。我是男的。帅哥，我可以问路。你要去哪里？去。好啊，这边我觉得比较好。